十指紧扣朋友的朋友，戴錫欽稱她是兄弟。戴錫欽前年回复自由身后，仍未打算公开和许淑华关系，反而被本刊抓包她带新婚娶 K 哥大香肠。去年四月，本刊目击戴錫欽一连九一步出东区 KTV， 见到门口有香肠摊，便吆喝有人一起过去打香肠。听闻香肠摊老板抱怨警察取缔频繁，戴錫欽立即摆起官威，询问是被哪个所找麻烦，一边骂一边掀起身旁跟他穿情侣外套女友人的手，且双手牵紧紧，随后拉住还在吃香肠的女友人上计程车前往别处续摊。该名女友人皮肤白皙，鼻子高挺，神情五官颇似女星杨千嬅，与戴錫欽应该相差十岁以上。两人在等香肠期间，十根手指不顾他人目光完全没放开，就像是在交往中的情侣。